好来乡亲啊，新闻头起先来看，何必玉里亲主管公社民营托婴中心，甲山里社区活动中心，27号早起举行结拜仪式。中华馆长王惠美、何必镇长林根仁，甲各级的民意代表、地方属性共同出席活动。未来哦，将将提供在地乡亲家长每个月只要1500元的费用，以及优先的玉里环境，降低家长的教育负担。河滨有里亲子馆、甲公司平野托婴中心以及山里社区活动中心落成。中华馆长王惠美、河滨镇长林根仁、新港乡长黄应钦、河滨代表会主席周宝芳、馆员以及镇民代表等地方各级民意代表、属性共同出席结拜典礼。县政府争取到中央3000万、县府1461万以及和美公所200万，那来成就这一栋3层楼的一个这个建设。一楼的部分，我们做育婴中心，可以招收到40名的一个0到2岁的孩子。那二楼部分，我们一年可以提供给3万左右的一个这个量能，让我们地区性的孩子们能够到这边跟家长在这边啊接受一些啊不同的一个课程。那三楼就提供给我们山里社区来做我们的活动中心哦。那我们这边会优先对于弱势的以及双保的，我们会优先来这个收育。那来到这边，我们的家长负担啊5500元，这是政府补助。另外，你只要负担1500，那所以也是全国最低的7000元的公办的一个收费哦。在这边啊，育儿馆的成立呢，那会带动我们和美的人口的增长哦。南和美区饼家家人口本来是92000多，那最近一两年呢现在不婚族很多哈啊，所以人口下降到快破90000了哈。那希望这个育儿馆来成立的时候，能带动一些年轻人多生多养哈。这是馆内头一间公司民营托婴中心，总招收40名，要被满一岁够2岁红孩啊。逐个月费用敢若收7000块，其中5500块是由政府支出，家长只要负担1500块，介绍是全国上低，打造平价优先有利环境。阮大媳妇、二媳妇都要再生了，以后看可如果可以进来这里读是最好的，哈、哦，哎呀，托婴中心呐、啊，对，可以来这里游玩。我觉得可以启发他们的智能跟他们的手脚并用，甚至还有举办那个儿童筛检，我觉得都很棒的。王惠美强调，为了更高优生有利环境，丰富托育资源，到今年9月已经得到中央增建补助2亿元经费，将会逐年规划布建16位公司民营托婴中心，甲13位幼儿亲子馆，各类民众乐婚愿生能养。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